探友晚上好，今天是2020年10月13号晚上，今天我来到这个叫我们合浦的夜市一条街，这条是中山一路哦，看到是中山一路，我是你们的探友北海的李启团，走进了合浦的中山一路的延长线这个夜市，哇，很多人在推车啊，现在开始排夜市，哇，现在这师傅开起来烧烤了，哇，师傅一般这个烧烤摊什么时候开起，就是说收工啊？一般晚上两点，那一般是晚上几点钟开始啊？6点半。是去年开始开张的吧？这里吧？今年是政府支持的吧？这些摊位是吧？反正今年还是政府办的。好像有100多摊吧，是不是？100多摊。对，我看一下他这个伤口，看一下这个伤。这里面烤肉伤口多少钱一个呢？1块钱一个。是。然后看看这个。哇！看一下这个，哇！好多这个我们北海的一些特产哦，这上面的话，哎呀，这个牌哇，这个老板很有就是说思路，你看他搭的，你看像一个小亭子，看得很轻松的感觉，去走走看一看，摊位小吃，美味味鲜，各种煎炒煎炸炒，哇，老板这个是炒的。这个手法好啊，这个是美味烧烤，这个还有标号的，我有148号的标号的，好是吧，有标号的，这个是水果，这个是鲜榨果汁，鲜榨果汁，前面这个寄好友，我差点说寄探友了，寄好友，这个三盒多少钱一个啊？你先帮我烤个20个，等下我回来。小个的是吗？小个的。啊，我来再转一圈先。花径带你到天空去，醉叹红烛冷阳枝。不走了，我就往回走吧，去找个位置先了。好，找个位置。老板，一般这个，你说一下这个是什么什么料，一起烤的，说一下。这蒜油还有呢。哦，它一般要烤多久？也就3分钟左右吧。就这个位置坐下来吧。我就三盒过来了，哇，好苗条啊，1块钱一个，准备要开吃了。据了解，这条街是我们合浦县一些城市的管理综合这些。地形大队，地形这些发展的业态、城市人口的分布，然后在这里定个地摊点，好像是我们整个合浦有3个临时这样的地摊点，这个是之一。给了每个人一些就业的机会。好，我都准备来，哇，这个好苗条。这些是辣的，然后这个不是辣的。本身的大个是这样吃的，这太小了，吃不惯。据说这个三毫是有18种，这个还不错。所以我们汤友都吃点三毫。然后今天晚上主要是想一下这条地摊的一些美食，还没开了这么久还没来过。今天晚上特地来尝试一下，就这个汤友闲着的可以过来转一转，来支持一下这些朋友。老板一直告诉我要去夜打铁啊，尽快吃，所以我都尽快吃了，我都不跟你们聊了，拜拜了啊，我就慢慢来，尽快的把它搞定，拜拜。